你会为了钱出卖爱情吗？冯玉，不好了！我能看到你女朋友和那个金管系富二代开房去了。不可能！真的，快走！ 你为什么背叛我？因为我要钱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难不成你以为我会跟着你过苦日子？风月，我给唐璐的，你给不了，为什么？钱有那么重要吗？只要你有钱，我就不离开你。你说重不重要？我依然为你停留。 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，是谁落的泪花？抱歉啊，你我没有保护好渺小的你我，眼泪啊，舍不得放不下你啊，是谁在我心里画下了都擦不掉美丽的疤？我断了。 只是你的女方我还，花钱的钱我还。对不起，我妈妈会重脚出车祸，昏迷不醒，我只能带她去国外治疗。露露，出国的机票我订在下周一了。我不能拖累你，风月，再见。 爹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不愿意听你的，会让你后悔的。三。 唐小姐是吗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？好眼熟啊！总裁见到你多时，请吧。封总，您带到了，唐小姐，请。 你好，我是唐璐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你好啊，唐小姐。是你。你为什么背叛我？因为我要钱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难不成你以为我会跟着你过苦的日子？ 这份工作我是你的，我先走了。你可小清楚了，合同要写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擅自离职，违约金是1000万。让我来方式，从一开始就是以你设的圈套。当然，不然以你的资历，凭什么获得这么高薪的工作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心只想要钱。 这回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。不过这回，没多心间多了期盼，期盼着你的期盼。我勇敢一点。玉哥哥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。姐姐，唐欢，你怎么来了？ 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唐欢。
知要不是姐姐你嫌贫爱富离开了我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农夫呢？你不是想吃大餐吗？那家飞天猪不定个位置，来不及。玉哥哥，你对我可真好，我最后一首你记住了。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玉哥哥，可是你定的是今天晚上七点，可是我有好多工作没做完，我不会迟到吧？那唐露，以后就给你，你把自己累坏了，没事。姐姐，既然玉哥哥都这样讲了，那婚事近五年的人事变动就辛苦你了，我明天早就要。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心情有点不去。把你的鞋脱下来。什么？把你的鞋脱下来。这些够了吧？阿玉，我想那个。好，走。你把我鞋脱了，我穿什么呀？穿我的。那你穿什么？难不成你穿我的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带我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合适？就你和我，像土壤抓进花的迷惑。别这么辛苦了，我知道你辛苦。的汹涌在你我身后，计算的步伐，每个背影，每个场景都有。发过的梦，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，带我走。就算我的爱，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，我不怕，带我走。唐露，你在难过什么？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风韵没有什么错。独自远走，保持寂寞，不愁眉。怎么还不下车啊？你不饿吗？你突然想到晚上还有个视频会，你自己吃吧。光月啊！空荡的房间，无聊的影片，窗外阴雨天。我会一直等，等故事发生，长留一盏灯，陪我到夜深。只需要风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费尽心思帮上富二代，怎么还过这么惨啊？我不关你的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风氏的员工，我有你的资料不奇怪吧？你爸上陈汉文，他就算有住这种地方。我说了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时间不早了，风总请回吧。以我现在的身家，应该是对我这种态度。只要你说一句当年你错了，我就告你放回。当年的事，
我后悔，失去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，真是……你疯了！我们已经结束了。 结束了。如果我让你爱，会觉得我是你的女人吗？那风总更不会在我这种女人的家里逗留二十年。小凤，绝不能。 云将人释怀，这次我想走。饿了，饿了。可我把你弄丢，让你永远恨我也好，至少不会忘我。虽然留在风室看你和别人亲热很痛苦。 可是至少，我又能看到你了。风月，这些年，我真的好想你。露露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阿姨她……我妈怎么了？我妈怎么了？是好消息，阿姨有苏醒的迹象，让你放心。那太好了，多亏你了。 医药费方面，我已经替你交了，你别有压力。谢谢你，韩文。Hi, Saint Mary Hospital. May I have the medical bill for Miss Suka, please? Thank you. 唐诺，可以。 等一下，顾梦要去开例会，你等一下，韩总。我是设计师，可你同样也是我的手下，你的绩效考核在我手里，会不会行？好。唐露，你所有的骨气都用在了我身上了，在你眼里，怎么好欺负？ 怎么搞的？把自己搞得这么一身狼狈，冒失。用这种不入流的小伎俩来虚张声势，何必呢？你什么东西啊！你点评我！于哥哥，他浑身脏兮兮的，我怎么分辨不出？于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是如何。把自己搞成这副仪态，是想丢风势的人。对不起，风总。 我现在去陪你。跟我来。 风雨和过去比，完全换了一个人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来干什么？ 曾经我觉得你穿白色最好看，因为你是那么的清纯善良。你要说什么？现在我觉得你不穿应该更好看。你干什么？都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，装什么清纯？
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跟别的女人这样不合适吧？那你信不信我当着桃花的面跟你说，他还是会高高兴兴的嫁给我？不是，跟你的妹妹一样，一样太过虚荣，这种感觉你应该会懂啊。我和桃花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要拿他跟我相提并论。也是，你哪比得上唐欢啊？他就找虚伪的明明白白的，而你啊，一念装清纯，明明爬上男人的床，又当又淫。那你为什么不带唐欢来买？不要带我来！你该不会觉得我是心疼你吧？我配吗？又这样回到了原点。就在眼前，就是不同世界。有点闷啊。怀疑记忆不够清晰。你饿吗？没你当初日落，是我忘了说，要记得我。我要开走了。醒来你不在我身边，你是我心中最美丽、最纯洁的女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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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，多少的懊悔还等着。曾经你那么珍视我，如今觉你不愿爱你，觉得这就是你特意带我出来的原因。当然，总不能让我未婚妻来陪酒吧？风总今天好雅兴，还带了个小美女过来。当然要把黄总陪好了。唐璐，来敬黄总一杯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这是黄总赚钱的意义。风总说的有道理啊，要不我们这点彩头怎么样？这样才有意思。一人一杯，你喝多少我就给多少。好啊，黄总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美女好酒量。来，美女好酒量。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风总，黄总今天1000块钱跟我喝一杯，你可别扫兴。来，黄总，今天我们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美女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俩喝杯交杯酒。黄总，交杯酒的话就不是这个价钱了。
好说。王总真是大方。来，哥。王总，您这是哪里惹您不高兴了吗？我的钱！我的钱，那是我一杯酒挣回来的。唐洛，我是风雨。你怎么跟唐洛在一起？现在国内时间应该很晚了。你猜猜我们刚才干了什么？把电话给唐洛。唐洛太累了，睡着了。风雨，马上给我订一张最快回国的机票。家啊，是你非拉着我让我走的。不可能。又不是没睡过男人，被我抓奸的时候他面不改色，现在何必假惺惺呢？放心，我昨晚没空，不过你的金主相不相信我就不知道了。汉文，你说什么了？这么在意他，看来他真的是你的金主。唐洛，现在风氏的资产，你比他多一万倍，要不然我当你的金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都已经跟唐欢订婚了。其实我结婚了，我也不在乎再多一个可有可无的情人。唐欢，你好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你口口声声的说我妈是孙子，那你现在又在干什么？勾引别人的未婚夫，你可真是够言无来了。昨天晚上应酬到那么晚，累坏了吧？是你叫他来的。未婚妻接未婚夫上班，很正常。风雨，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。当然，是这样，我才不羞辱。
昨天晚上就辛苦姐姐照顾哥哥了，这份心意我一定会让你记紧。大家早上好。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明知道冯景荣未婚妻，他居然装醉勾引人家，真是不要脸！他故意把视频发出来，不就是想逼宫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风总找你。那个视频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直接告诉我岂不是来得更快？何必这么大费周章了？如果我说不是我呢？之前你倒贴男人，我与你干嘛？怎么现在和钟琪可怜了？说什么是你恶人的眼泪，不是你这一套。现在你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一个人物。是吗？那你怎么还被我这个无关紧要的路人激怒了？我只是惊叹于普通人怎么会这么没有底线。陆今天晚上你脱光了不就是？我是条，是不是随便你？哥，不允许你这样对陆明。陈克文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说话？就凭你，他是我女人。陶若，你这个金主这里还不错啊。其实我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事，风总不会连自己员工的私生活都要干涉。陆总，等你走。我留着。风总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说不准走。陆总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露露，汉文，我知道你刚刚是为了帮我，谢谢你啊。其实，汉文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永远都是。以后这样的事就不麻烦你了。你是不是爱着风景？现在的我负债累累，还有家庭的负担，没资格去爱任何人。我只想要自己好好的生活下去。露露，在你重新找下一段恋情的时候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陪着你，等着你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有自己的坚持。不要负责。我跟美国医生预约好了今天下午的视频通话，我们一起看看妈妈的近况如何。玉哥哥，姐姐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视频的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我这下就十分钟就好，我看浩博医院设计的。浩博的项目不是在下个月才招标吗？我
我说的是玛莎，涉及到必须全员到齐，你接受任何形式的请假，如果有人没到位，涉及到全员开除。唐璐，你现在在哪儿？马上给我滚回来开会。我今天已经请假了，你想害我们整个部门都被开除吗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浩文，公司那边有点急事，我现在必须回去。医生那边，放心吧，交给我。露露，风韵现在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 这不是设计部的会吗？风总，你怎么会在？不然我该在哪？在你的床上。唐璐，真的跑到我们房？唐璐，不能这样子！风总，请你注意言辞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故意散播我们的视频，不就是想和我扯上关系？现在我成全了你。 我们该感谢我的呀！怎么脾气这么大？昨天晚上在我的床上，不是挺怪的吗？羞辱我，这回真的开心。姐姐，你也要理解一下于哥哥吧。 当初是你叛了吴凤凤，抛弃了他，是谁亵渎鬼泣吧？什么？唐璐不亲，散了风总。这个女人不会做。也对，你这种女人，不二罢了，不会让皇上心生。哎，玉哥哥，你不参加浩国来老挝招商会了？这是他们设计部自己的事情。 都是不养闲人，做竞标失败，负责人自己滚蛋。既然玉哥哥都这样说了，那这次招标会谁自己负责吧？我一个人，做整个标是吗？唐璐说了，他一个人负责一整项，大家不用有压力了。好，你可以找男人帮你嘛，这不是你最擅长的。 没办法，天赋异禀，有些男人想学也学。有时招标拿不到，我要你好看。你没什么事吧？汉文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就知道你工作起来很难过，还得靠我的投喂。你呀，谢谢啦。我说我不怕辛苦。你说爱上你是个错误。我就知道你晚上肯定又没吃东西，又低血糖了吧？谢谢。我倒是挺愿意费心的。 倒是你呢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快尝尝吧，你最爱的草莓蛋糕。我爱过几个人，怎么还不够？他们明明都比。 你个爱我，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？全世界都不缺。浩文，有点晚了，我就不请你进去坐了。可是，我专门准备了一些关于浩博大楼的资料，我觉得你肯定用得上。真的？
你好，是唐露小姐吗？我是，您哪位？这里是夜宿酒吧，有一位风先生喝多了，现在意识不清，您能来接一下他吗？风玉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你们可以联系唐欢。可是他的手机里只有您一位联系人啊。怎么可能？你要去吗？接他的人多的是，唯独没有我。汉文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个我会好好研究的。嗯，那你别累着。你果然还是放不下。喂，你想知道风玉现在在哪吗？一定是喝多了，不然的话怎么能看到你来找我？是我，我是唐璐，我真的来了。送你回家。我等候的晚总是失望。你怎么这么想？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想我了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都应该向前看。没有。不可及的远方。小鹿。我恨。我就恨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就忘不掉你了？我认输了。我认输。我们再重新再一块好不好？不好，大洛。身旁。唐洛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唐洛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等一下。你去开车，我要照顾宇哥。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玉哥哥，密码是多少呀？玉哥哥，这怎么办呀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这是他以前的习惯，我刚好记得。你最好是。我是玉哥哥的未婚妻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他胃不好，如果有蜂蜜水，你记得给他冲一点蜂蜜水。他已经有未婚妻了，后面已经不需要了。唐璐那个，天天都想勾引玉哥哥，这一次就让我和玉哥哥生米煮成熟饭，要是能怀孕就更好了。唐璐，你斗不过我。玉哥哥，你等病已经好久了。玉哥哥，你醒了。我是醉了，又不是死了。衣服穿上。可是我是你的未婚妻啊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。一句话我不想说两遍，把门带上。
韩经理，怎么看着气色不好？昨晚没睡好吗？哎呀，昨天晚上玉哥哥喝多了，送他回家，他非不让我走。这男人呀，一旦喝多起来，真是受不了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不会是听说我昨天晚上在玉哥哥家过夜，开心了吧？这是你们的私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是吧？是。一听窗外的小雨好轻盈，好安静，思念的声音多深情。你也太见外了，你怎么说那是欢欢的姐姐？我们结婚的时候来当伴娘，不过分吧？玉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结婚啊？我们最后没在一起。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嫁给我。你要跟我结婚啊？当然啊，两个人相爱就是要结婚的。心中的热全不退，怎么你不愿意啊？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，你愿不愿意吗？又恢复现在眼前。我听不见。你说我多关心，结婚啊，是好事。玉哥哥，你对我也太好了。恭喜韩经理。哎呀妈呀，快快！风雨早就跟我没关系了，我要好好照顾小王振，帮我再看一下。方总要亲自监督浩博大楼的竞标进度，唐部良好表现。我们这次的投标项目计划主要分为三个板块。没讲没用的，只是想核心资讯。是，我们这次投标的预算是1.5亿。怎么算出来的？根据当前市场耗材价格。为什么话告诉我？我给你时间做标书，你就拿这种垃圾东西来糊弄我！你就拿这种垃圾东西来糊弄我！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不希望再看到这种垃圾。好，方总，我要重新做人。发现心里面的倾盆大雨，曾一起哭过、笑过、痛过、梦过，关于你所有一切，绝口不提。你受伤了？啊，好疼！送你去医院。笨蛋，你再来晚一点，我伤口都要愈合了。哇，你敢骗我？哎，没有，我错了。那你跟我道歉。抹去尘埃，只因你还会在。愿望藏进心内笨拙的笑。一点小伤而已，一点都不够吧？可是我的心怎么会那么痛？怎么会这么痛？哭过、笑过、痛过、梦过，关于你所有一切，绝口不提。松总，这里是女洗手间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，没关系的，我先去工作了。你明明
知道，只要你跟我说一句就好，我什么都不跟你计较，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。为什么你对我这么狠呢？我都已经那么对你了，你还不死心？你是想重蹈覆辙吗？亮着灯越暗却压抑，那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，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纪念。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？什么？你让我去陪睡？我不干了。不就是陪男人睡觉吗？我都没睡，我什么床了？就从你一个月洗碗刷马桶挣那点钱，还攒几千万的药，真可惜。来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，就让它带走。Hey, where are you going? I give you money, you need to stay with me. I'm sorry, I won't stay with you. You can't. 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？I will call the police. You need to go to the jail.面，你现在都吃西瓜了，还吃面？那边我考虑。吃一口，哎，不行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，不要命，不离不弃，暴风雨里静静的运行。爱写出我的世界，撑不住我的命运，理解我的命，还给天地，还给你。风雨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他，现在的我根本没有资格爱你。唐诺，听说华国大厦已经做好了这次重围医院的设计图，对手公司都已经在打探消息、制作标书了，你怎么还有人在坐着？华国大楼的负责人根本就是有眼光，没有见过任何人。等你把制作标书的时间浪费掉了，看你怎么说教了。你好，我是风氏集团的设计师，我来见一下浩博大厦的负责人。没有预约，谁都不可以进。哎，拜托了，你通融一下吧。赶紧走。没事吧？陈总，怎么可以动手呢？陈总，我以为他也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。浩博大厦的负责人是你？你在看浩博大楼的项目呀？听说他们这个负责人很神秘，从来都没有露过面呢。居然是他！你先下车。我们不是要跟爸爸去吃饭吗？要不我吃饭的时候帮我道个歉，我有急事要处理。
宇哥哥，你又把我丢下！宗少，您好，我是风氏设计部的唐诺。走走走，老大，我今天是没空了，太给少了，非得缠着我过来，这就把所有工作都推了。爸，这是我养父，你知道我父母去世的早，多亏爸爸资助收养我。您要是真感谢我，就早点娶妻生子。 啊，让我早点抱上孙子。唐小姐，你可是汉文第一个带到我面前的女生，你们两个不走，不能进去。冯玉，冯玉，冯总，您可是稀客，冒昧登门，赵总您请。冯总，您是有什么重要事情？ 浩博大楼的项目，风氏一直很重视，所以应该亲自由我来给你。冯总，原来是担心自己的员工在我这受欺负。那倒也不是，不过这名员工能力水平有限，品行也不佳，这样的人代表风氏，只会对风氏的脸。抬起手去干什么？你可以走了。冯总。 说话要有证据，我可不需要再听到你一个字。一个小员工而已，影响不了我。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。浩博大楼的项目，我可以直接给风氏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冯毅，到底为什么不来？你到底能不能拿捏住他呀？我不是已经在努力了吗？ 唐璐，你怎么会来啊？臭丫头，从国外回来也不知道回家看，眼里有没有我这个老爹啊？唐欢才是你的，我跟你……傻逼！玉哥哥，你来啦！我玉来了，哎，快坐！餐厅是我订的，没想到这么。 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们不会打扰到风总和魏峰请假的。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吧。好，来，坐。姐姐，浩博大楼的项目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今天吃饭啊？真是个不客气。 唐经理还不知道是吧？浩博大楼的项目，不可能，项目都还没有开始招标，他怎么可能拿到手啊？浩博大楼的项目，我可以直接给公司，让我有个条件。什么？必须是浩博大楼项目对接的负责人，这么大的项目，你做得了吗？ 怎么运气就那么好呢？凭什么他什么都能得到？凭什么？抱歉，小姐，没有弄脏您的衣服吧？小姐，这边送你一个我们店的蛋糕花生蛋糕，您看可以吗？花生蛋糕？我记得唐璐花生过敏，这一次非让你把脸丢光。好啊。 那送到我们二零三包间那位小姐手里吧。好的。这是酒店送我的蛋糕，谢谢。请慢用。露露，你看，这是浩博大楼的设计稿。
我大学学的是环境设计，建筑方面的知识都是自学的。你这种水平怎么进入公司设计？是封总您亲自把我拉到唐经理的手下，又不是我非要进设计。露露有些不懂，我回家不劳烦封总费心。他要做了错事，别扯出公事用人不善，但放陈总头上。我相信你，他一定可以。露露，你怎么了？喘不上气。盛华生，你不知道刘华生的名吗？你怎么照顾他的？我不知道。玉哥哥，下在我窗前，玻璃也在流眼泪，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自言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，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，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多希望你对我诚实，一直爱着你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你拦我干什么？这是你干的好事儿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这么喜欢他，干嘛不让我进去？还让他单独跟红雨在一起？这不关你的事儿。那我要干什么？你管吗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伤害，绝放。你能把我怎么？告诉你，不是风韵。放手！玉哥哥，姐姐没事了吧？刚才真的好吓人。为什么？别告诉我。你也不用这么努力吧。明天周一，公司例会要考察项目进度的，浩博可是重中之重。刚刚集团已经把机密数据发过来了，我当然得好好准备。那也要先养好身体，听我的，随时叫唤。王佩堂。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浩博大楼的最新项目进展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唐璐，你不会已经准备好了？我要做的内容早就做好了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身体不好嘛，大家也都能理解。要不这样子吧，后面呢，浩博大楼的项目就我来负责，你协助我就好了。
方总，你说呢？本楼快去对接手术。可以，张总。等一下，浩博大楼的项目既然已经交给我了，我就一定会做好。电脑出现了点故障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脱稿汇报。脱稿？没搞错吧？针对本次浩博大楼的项目，我做出了以下的分析。在大楼项目可行性研究中，对项目的产品销售，以上，谢谢大家。曾经监控拿到了，现在送我了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唐欢做的，他会甩了唐欢，回头找露露吧。你对露露他的在意，不行。东西找到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钥匙有东西吧？我加倍赔偿你。这东西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我跟你一起去找方总，出什么事情我负责。冯总，这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？对不起，冯总，这个事情和周经理无关，是我不小心踩坏的，我可以赔偿。你踩坏是我调查露露过敏的视频啊？这个事情跟露露有关。陈汉文，你和露露在一起的时候她过敏，你又刚好踩坏她的监控视频，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巧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要黑露露？你把硬盘给我，我修复了回忆之下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露露，我不小心踩坏了你餐厅过敏的视频，冯总还有点累。不可能！你就这么相信？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害怕你。既然他对你这么好，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睡了，而他父亲现在才知道我的存在，他爸爸一定以为现在他要追你了。没想到你早就把你勾到床上了。你够了，他一定是玩够你了，现在又觉得你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，所以才在你的影视里面动手脚。你，我们的事情不用跟他解释了，汉文，我相信你就行。喂，啊？什么事？我。是从这样的，是我去为爱负责。你明明那个唐组长跟你讲什么东西，怎么搞成这样？我一看到特别不成汉文，我就……你要是真报了，就去找他解释清楚。喂，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遇到了一个难题。什么难题啊？现在病人的治疗过程中缺少了一种药物。哪种药物？很难找吗？很难找 ，Skysona 全球都十分紧缺。能不能联系国际医院？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这个就是有钱也很难买到。露露，放心，我已经买到了。你怎么买到的？联系了黑神。汉文，太感谢你了。来，黑石价格一定很贵，你花了多少钱？露露，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见外的。汉文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好，等浩博大楼的项目忙完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我们已经签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客房歇下了。什么？
我肯定不让你一个人离开，难道还要我开着往返两个小时送你？风月，你在痴心妄想些什么？该怎么去？风月。 风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帮你在这儿等了一夜。自作多情。那你为什么？是我让玉哥哥来的。我和玉哥哥婚期已经定下来了，特地来告诉姐姐你。是。 半个月后，将军就会发配婚礼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来哦！是，记得给你的妹妹和妹夫准备一个大婚礼。届时，我会和露露。好。 玉哥哥，今天的事情我是想跟你解围，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？你跟踪了？不是的，陈家离我家很近，我就是路过而已。是吗？玉哥哥要是介意的话，那就当我随口一说算了。不。 问而已，管他做什么？冯总，哈勃项目的财务审批需要您签字。滚！没看到我在做什么吗？这个项目尤为重要，请您先签字。 玉哥哥，设计系的同学会时间是今晚，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？好，我会把你一一介绍给我的老同学。好，同时，你也去。今晚我没时间。那我更没时间签字了。好，你签字，我这是。 说有很多梦都没做看，星光闪烁，自由降落，相拥有剑影去折。说着说着，你突然听到，我们两个就剩下这样的关系了。似乎又想到了什么。也好。 唐露，这不就是你要的目的吗？跟他在一块儿，说到他的某个时候，一起，唐露，打起精神来，晚上还有聚会，别让别人看扁你。真是没想到，冯总。 居然深藏不露，平日里跟咱们在学校的嬉闹，没想到人家封总真的是风世。对呀，那时候穿的普普通通，没事还出去勤工俭学，哼，谁说不是的？若非如此，怎么能看出人性？来来来，干杯，多重啊！哎，那时候因为前劈腿那女朋友，想你。啊啊。 不过我听说封总准备结婚了，是哪位门当户对的千金呢？玉哥哥，哎，这是，我是玉哥哥的未婚妻，我叫唐花。唐小姐，哎，话说封总之前劈腿的女朋友是不是也是你？哎，是。
戏里那么多人，肯定早就忘了。不过风总在，想必他应该没什么用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你。没事没事。姐姐，志德家还参加同学聚会呢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没什么要紧的，我去旁边商场再买一套就是。小姐，这附近没有商场，我这有身干净的保洁衣，你看。姐姐，你之前就嫌贫爱富，黑小不会嫌弃你吗？没错，我就是看不起穷人。嫌贫爱富到床路去。我听说你在国外也没安生，不知道。是啊，我姐姐去洗手间收拾装束了，等一下就回来了，大家同聚一场，你还留点面子呢。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吧来吧，来来来。这公主还挺极品的。放开我！哎呀，坐。还真像。你的 KTV 小姐有两家子，更带劲的。啊，对，哎，红木了，这是咱们同学陶露啊。裙子这么短，能是咱们同学了？我看啊，更像是来勾搭人的。要是能像这位小姐一样，穿着端庄大方，我还能认错了？看衣服识人。咱们艺术系什么时候有这么没品的？够了，够了。今天是来给我学作业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来来。什么时候学的防身术？露露，这下这么大雨，怎么还不回家呢？这里的演出费最高，医院又催款，我妈还等着用钱呢。你妈的治疗费用，我会想办法。海文，我不能总拿你的钱呀。你已经帮我很多，我想靠我自己。露露，这一带混混特别多，我担心你，怕你受伤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学了擒拿术，能保护。走吧。最近学的，风总该不会以为我早就学了一直练习，手下留情。挖掘秀特，谁？咱们一起玩个游戏吧，真心话大冒险。咱们先转酒瓶儿，酒瓶转到谁，咱们在真心话的盒子里面抽一张纸条。真心话的盒子里面纸条消耗完了以后，再抽大冒险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啊，来，咱就玩这个。那爬树姐先来。行，那我先来转吧。来，头头不，来来来，什么呀？你问呀？姐姐，你的初夜给了谁呀？哦，这么劲爆！姐，这个回答，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，那我来。哎，没有尝过。又是你睡过多少个男人？记不清了。这个问题很太多了。那要不我转吧。来来来。哎呦，这邪了门了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那我来想一个，在你好过的这些男人里面。你最爱哪一个呀？我最喜欢钱老板。钱老板。哎，好好好，风总都说了，咱们就玩大冒险怎么样？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来。
将一切坦白。哦，明白，转身走向不同未来。什么呀？什么问题难以启齿？向你爱的女人单膝跪地求婚。哇！求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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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爱与被爱迷人叫人。求婚呀！快来呀！这次我不想走，目标是一路遥。脑海当时你的微笑，听到熟悉的歌谣，全世界都颠倒，你记忆像哭的笑。终于挣脱做唐诺的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是要和你那个男人说电话吗？你不在里面求婚吗？男人多到自己都记不起，陈汉文知道你怎么放荡了。他爱我至深，留着我吧。是吗？既然外的这么开，那你跟我在楼道试试。你放开我，我不想跟你试。桃花，玉哥哥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同学们都在等你，刚才的求婚还没开始呢。用力的飞鸟扑了空，那样痛。姐姐，大冒险都还没有开始，你该不会是玩不起吧？有什么玩不起的？那游戏继续吧，继续，来，继续继续，赚到谁就是谁。哎，唐又是唐路啊，这是什么新鲜事？大冒险？什么？啥呀？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向在座同心的人不像，第二个跟等一下进来第一个人有你。不就是唐欢吗？对呀、啊、要不这样吧，露露，这一会儿进来的人呀不知道是人是鬼，我劝你啊就选择磕头吧，好吧？对对对，磕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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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，那就准备跟等一下进来的第一个人合影十分钟。我专门做了安排，唐露，你就等着进来。观察员，请点外卖。哦，有外卖。再给你一次改变的机会。行，说了就是。陆总，他没套路，一个进门的。找不到人是心里的结，找不到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说的吗？
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独行侠？玉哥哥，我在等一个人，不懂我的如何。绝不允许风雨把你从我身边牵走。回去好好练练文技。那天你可不是那么说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陆总。汉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唐璐刚才我不在。毕竟在陆总眼里，谁都不如。忽略了爱情规则。汉文，你慢一点。陆总，你难道忘了你的初衷？你难道又和风雨在一起？我没忘，刚刚是在玩游戏，我也不知道第一个进来的会是他。陆总，浩博大楼项目已经在我们推进，你还记得你答应我父亲，只要项目完成了，你就接受我的追求。汉文，你知道的。我没有放下风雨，我不在乎过去，我只在乎未来。我只想知道，你接不接受我的追求？我既然答应过，就说话算数。太好了，最遥远的承诺，多深刻的承诺，你已抛弃我们，从山里做个人滚火。喂，露露，我们中午一块吃饭吧。好，我去找你。从中工作停下，入场。我和玉哥哥要结婚了，得去试试礼服。姐姐，你作为伴娘，一起参谋参谋呗。我没答应做伴娘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你做什么，有没有空，由我决定，包括你每月的绩效。是，工作。小姐，您可以看一看，我们这几款都是新款。哟，这还挺漂亮的。嗯，是的。玉哥哥，要不要看一下喜欢的款式？你喜欢什么？我听。还有这种枯萎的，还有袖子。哇，这个也蛮漂亮的，是吗？是钻的。没有回应的声音，你是否想过？怎么？你喜欢啊？孤单背影画不上，也不是很喜欢，好吧。哎，等毕业后啊，我一定让你穿上最漂亮、最华丽的婚纱。阿玉，你真好。我只对你很好。为过几个月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阿苏，我婚纱吧。这姐姐换了几个男人，身体都变灵活了。该去换衣服。这个茶桌是……哎，脚都湿了，姐姐要帮我擦一下吧。谢谢擦。给他擦。你。这是领导的命令。汉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放我鸽子，我正好来找你。露露今天照顾不了我，为什么？因为。我们也要挑婚纱，
陆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逼着你跟我结婚，我们只是做做样子。我知道韩文，你总是这么贴心，我也可以加薪。贴心也不耽误你水性。哎，某些人得不到就总喜欢酸言酸语，我们不必在意。露露，这些婚纱中有你喜欢的吗？没有。那你喜欢的婚纱是啥样的？我喜欢的婚纱不必过于华丽，只需要最简单的款式，胸口镶一颗白钻。一颗？嗯，代表一生一世一心一意。玉哥哥，你看这一款好看吗？玉哥哥，玉哥哥，又是他，给我等着。医生，怎么样？病人身上碎片已经全部取出，但现在失血过多，医院血库又告急。我在血栓口，听我的，跟我走。玉哥哥，风月，我绝不会把露露让给你。露露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呢？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向浩文道歉。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你提交过你，他不就不会死，浩文就不会受伤。我操！那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醒来就不顾伤口，就替他说话，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我怎么样无所谓，但我绝不让我身边的人受别人欺负。那我不道歉你怎么样？浩博也算是风氏的大牌，风总可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商业伙伴。我宁可赔偿，也不道歉。你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小少爷，露露还要休息，就请两位请回吧。眼睛他都是白眼狼，你跟他输血，他问都不问一句。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故意，我警告你，航路是我的，我可以折磨他，但你不能伤他，明白了？欢欢，少骂母造的。妈，你是不是没有看到刚才于哥掐我的手，他就是要把我杀了你。还有他之前在 KTV 里面吻唐璐的时候那么深情投入，他就算知道唐璐有几个男人，他也不想让他走。那是因为风雨没有亲眼看到他脏了。你的意思是找几个老男人和他一块玩，然后全程录下来让风雨亲眼目睹？我就不相信了，有哪个男人能忍受得了？这就去安排。哎，等等，这事儿必须出手做主，想办法把风雨和陈汉文撑开，不能让他俩怪事。可是
可是我根本就支持不动他们两个呀！你指使不动他们俩，还指使不动唐璐吗？都是我的手下呀！太好了，浩博大楼的项目终于审批完了，我的绩效奖金下个月就能下来，终于能花哈雷钱了。喂，汉文，你上次在黑市为我妈买药到底花了多少钱？露露，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，不用计较这些。你快告诉我。1000万。那我先还你一部分。先生之前的花费，我韩青汉文6000万。你来干什么？江城有个项目要谈，3000万提成，你要不要去？你能这么好心把好项目给我？这个客户是出了名的难缠，其他人避之不及，便宜哦。看到没？还一张合同，只要你能谈成，就有3000万提成。我能骗你，公司还能骗你。好，我去。喂，汉文，我已经到江城了，你放心。不是我忙得走不开，我就陪你去了。你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你也是。不好了，有人晕倒了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让我。喂，120吗？这里有老人晕倒了。啊！来，来。嗯、哎，小陈，问你，为啥会啊？哎，你别动他，小陈还讹你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打120了。来，陶璐在英公手上，刚才自愿的情况。他出差了，伤口没好就出差。他听说有个3000万提成的项目，连夜出来来求我，我只好答应了。他去哪出差？同城。就算你掘地三尺，我也让你在同城找不到他。哎，你别乱动，医生说了要静养。你看，路上呀那么多人，就你不怕罗大来救我，还陪我这么长时间。谢谢你了，姑娘。嗨，举手之劳嘛。哎，你救人的手法很专业，你是搞医生的？不是，是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，我就学了一点简单的急救知识。你呀，又孝顺，心又好，真是难得呀。您过奖了。我有点，哎呀。幸好你没事，吓死我了！以后你再不要甩掉我们独自出来了。都是你们管得太宽了，不然我能一个人跑出来。既然您的家人已经来了，我就放心离开了。哦，好，那就不耽误你了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慢走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姑娘要是能做我的孙媳妇儿，多好啊！哎呦，我怎么把他名字给忘了？管家啊，快去查一下我救命恩人的资料。好，哎，顺便把手机给我带回来，我要给我那个孙子冯玉打个电话。好好。
给我订今晚去同城的机票。是。爷爷，方月，快滚来江城！你爷爷差点死在路上。什么？爷爷，你应该让医生给你做个全面检查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医生说了，我打高尔夫打时间太长了才晕倒的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医生已经检查过了，确实如此。你看，这次把你叫回来，主要是为你的婚姻大事。我呢，绝不允许你起那个虚荣浅薄的唐宽。这家人啊，贪得无厌，口蜜腹剑，没一个好人。爷爷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，管不了你了？没这个意思。嗯，那好，把婚姻取消了，我呢，把我的救命恩人介绍给你，你们见见面。救命恩人？是啊，那天我晕倒路旁，多亏了这个闺女给我做心脏复苏，打120，人美心善，哼，做我们封家的儿媳呀，再合适不过喽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走了啊，走了啊！哎呀，不，你这小子，喂，你好，恩人呐，我是昨天你在路边上救的那个老头子啊。哎，您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？我是医院要的，这个不重要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盛灿酒店。哎，好嘞，还不去，赶紧把地址告诉少爷去。好，王总，药搞到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这种药一旦喝下去，烈女也会变成荡妇。行，事成之后3000万准时打到你账上。放心吧。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你求我合作还让我挡，这就是你们夫妻的合作之道。真的很抱歉，路上确实遇到了点事。道歉总该有个诚意吧。我看这合作没必要继续。我喝。王总，现在可以谈了吧？好说好说，这次合作少不了张总跟孙总的帮忙，咱三个一块谈下来。不必这么客气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好软的手。孙总，请您自重。自重？待会儿会求着我们自重。哎，你看我们三个人伺候你多幸运啊。啊，你看我们三个人伺候你多幸运啊。啊，爷爷，他联系方式发我。哦，对了，他叫我什么名字啊？他手机号150-5205，方明，唐璐。唐璐，他不是去同城出差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给我，小美人，你躲什么？待会儿我就让你欲仙欲死。
出差就是为了做这个。王总，是他非要陪睡的。怎么什么人都能当你的金主？怎么这么贱啊？熟悉的味道，啊，所以怀抱也好熟悉。 I need your love, my dear God. I need you now, go on a trot. 王总，事情办成了？不好了，陆剑把唐木带走了。什么？ 不对，我独自来捉奸根本就造不成什么影响，我得让唐露身败名裂。把江城的记者全都给我叫过来。想要了，我知道。我要你。他要的是他，可这样一来，他想和我和郝如初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前功尽弃。 方总，昨天晚上的一夜情，你不必在意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一夜情，你就这么看待我们之间的？不然呢？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昨天晚上……方总，你可别太天真了，床上的话没有戏。 我这一生都只要你。这些年来，只有我。昨天晚上的热情也是。下药了，那我下药了，跟谁在一起都是不是？说一遍。
的心疼啊，曾一直哭过笑过。看来昨天晚上我的表现也不怎么样，要不我们好，千万，我再瞒你一天。快出去！我都要结婚了，你还在勾引我的男人！嘿，老爷，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你的救命恩人成了小三了！什么？记者说，唐小姐是第三者，为了恶心她那个妹妹，也就是唐欢，故意引诱宋总的。你看，走，我要为我的救命恩人除妖！好好好，走走。唐小姐扒着宋总不放，是想上位吧？勾引自己的妹夫，唐小姐，你父母知道你这么下作吗？唐小姐，快回应一下，唐小姐。我爸可管不了他，而他妈跟他一样，都喜欢勾引别人，真是基因遗传。闭嘴！没资格打我！这年头当小三都这么嚣张吗？谁是小沙？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看我们封家的嫡孙媳呀。您是封玉的爷爷？对呀，贵孙媳。爷爷，我才是咱们家的孙媳。是吗？哦，哎，那你们报社关于刊登封玉的大婚消息，哎，我念你听听。方氏总裁垂青唐氏千金，不日举办盛大婚礼。所以啊，没有指明是哪位千金，不是吗？是唐氏的长女，是方玉从大学追到现在的挚爱，也是我们冯氏家族唯一承认的嫡孙媳。谁无事生非？给人泼脏水，你们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管家，宴客。好，二小姐，走吧，走吧，记得。哎呦，把衣服穿好，有话回家再说。风爷爷，谢谢您替我解围，婚礼的事我会想办法取消。取消什么？我都当众宣布了，哎，我的话是儿戏吗？原因会归结到我这里，绝不会影响风氏。你跟风玉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，风玉也不是那种花花公子的始乱气中的人。都是成年男女，何必在乎这个？如果一夜情就要娶回家，那方总岂不是娶丁堂皇？风玉从来没和那个爷爷，不想勾结。用皮肤感受不想。七天后，七爷爷为我和我的都是婚礼。你疯了！我已经说了不要嫁给你。我也说了，既然上了我的床，你没那么轻易的下去。那是因为我，你是因为我被下药。如果没有下药，就不想跟你有半点情结。已经由不得你了，传我，我又不想做什么，接纳我。你是陈汉文的女朋友，是你不会有人去找你，只能承诺。忘，你不说我就忘了。现在外面报纸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是你前面封家嫡孙媳妇，现在陈汉文应该已经看到了。星期三天，就
睡到枫叶怀里。一个真是对不起，认定是绝不放手。这次你和程少的见面，必须和你一样。冯毅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怎么，这就心疼了？当初你和他联手背叛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对我说就等了，我很幸福。洛洛，我这些年是不是对你太放松了？你看到了，热搜报纸全都是，我想当瞎子都不行。三天，仅仅三天就睡上了风月的床。别忘了，你是我女儿。怎么都不开，别忘了，你是我女儿。怎么？你跟风月也用过这招？汉文，我们都冷静一点。我跟风月之所以那样，是因为我被下药了。啊？风月这样对你？是唐欢设的局，风月恰巧出现在那儿。如果是这样，洛洛，我们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。不，汉文，这样对你还是不公平。我在。我在意，汉文。当我决定接受你的那一刻起，我的确想过要忘记风雨。可是阴差阳错，我跟他的纠缠越来越深，而我的心也告诉我，还好那晚是风雨。汉文，我的身和心都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。这样的我跟你在一起，怎么对得起你的一片深情？汉文，事已至此，分手吧。汉文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说。这是你最后一次为他流泪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只能为了他，留下。冯毅，就算我跟他分手，也没打算跟你讲。周阳。一口收购程少的养殖鸡场所有资产。哦，对了，那养殖鸡场，不可以！北边项目做的怎么样了？目前呢，我们的人工湖已经基本建设完毕。记得把绿化再更新一下。是。还有，玉哥，你真的打算不要我了吗？别再说成立场的事。指使王总谈这样的事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真的是因为太爱你了呀，玉哥哥。你先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保证我真的不会再这样了。原谅。如果这次不是我在的话，真不知道唐璐会发生什么。你觉得我能忍受你对唐璐做了这些事情吗？保安，把唐欢带出风湿大楼。哥哥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了。
为人恶毒，这是你咎由自取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刘洛，我干嘛呀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不行，我不能放弃，许洛洛一定是我。喂，无论如何，这一周必须要让陶洛妈妈醒来。妈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去对付唐璐了。王玉，你放开我！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带我来你家干什么？当然是冯总结婚前夕，你再给我戴顶绿帽子。冯玉，你要是这么不相信我，你何必娶我呢？我说过了，你越不想嫁，我越要娶。又娶又送，你等着吧。我要是想出轨，婚后也能出。你个，你这张嘴真是越来越厉害。爷爷，哎呦，快进来吧。爷爷，您从江城回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你要是不来啊，你又要欺负我孙媳妇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呢去给我泡壶茶，要功夫茶，慢慢的泡哦。好。我呢把阿玉支走了，是想有话对你说。正巧我也有事想问你。啊，好啊，那你先问。你之前解围提到大学，您知道我和风玉大学什么事？让管家调查恩人的资料的时候，他就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。那您应该也知道，我当年贪慕虚荣，伤害了风玉，您为何不阻止我嫁给他？我人呐，虽然老了，但是我心里不糊涂。现在这社会啊，都让些恶人呐、搞坏了，老人摔倒了都怕被讹上。你当时是挺身而出，这说明你啊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。这样的姑娘，怎么会贪慕虚荣呢？我呀也看得明白，你呀。不管是什么姑娘，阿玉呀、都是放不下你呀。可是我们回不到过去。你跟我来。这是他毕业证，亲手绘制的，准备送给你的毕业礼物。这是他自己绘制的别墅图，说是你们未来的家。在自家也能叠上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是那个台阶设计有问题，又高又陡，迟早把它砸了。那你还是省省力气吧，反正你也快搬出去了。我没准备搬家呀。你嫁给我，不就会暂时住我家了吗？你放心。我家里面有亲自设计，一定要用一个最温暖、最舒适的家。臭美，谁要嫁给你？嫁！走走走走。一爱想念着，就像泪坠的。这是我送给他的。你大男人戴这个也太……我不管，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印章。其他女生只看到这个就知道你女朋友了，省得你天天接这样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你必须要好好保存，日日携带，不然我就不理你了。哎。
发誓。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。这些年我看到阿玉除开朗到阴郁，虽然他嘴里说恨你，但是你的东西他一样都舍不得扔。我想这个傻小子一定是栽在唐露这个女人手里了。可是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，又怎么能配得上他？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有误会就解释清楚。毕竟再过几天你们就要举行婚礼了，你们将会成为共度一生的夫妻了。如上世界的决定，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。我在想，这是不是一个梦？烟火现在这么明显，是梦的直觉。风月，这不是梦。从我看到你储藏室珍藏的那些东西，我就决定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都看到了？是爷爷给我看的。不停歇，要是没有爷爷的多管闲事，我也不会想多。我风月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我之前多开世界陪着我，是你掌心的指点。你还是接吧，万一撞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什么？都做好了？我去，我去。去哪儿啊？在你身边的是我。If you are the one who came with me, please tell me who I was. If you are the one who died with me, 原来那天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我只是觉得当时你描述的很快，很敏感，没有泪滴。是是是，你一定不是想要为我专属定制一套婚纱。唐露，你还以为？谢谢你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。所以再一回。露露，我绝不会让你嫁给他。
孙子，终于要结婚了，你呀、啊、可不能欺负露露。哎，你看他的这些家人跟没有似的，一个人没有参加他的婚礼，你呀、啊、可要对他好一点。爷爷，你放心吧。妈，我要结婚了，和你一起来，我去给大家取彩礼。新娘子，我们仪式要开始了，咱们走吧。现在请新娘子躺。如果爱藏从前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，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征服，抓紧我。冯先生，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无论贫困或者富贵，健康或者疾病，直至死亡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汤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？等一等，阿姨醒了。啊，真的？他现在很需要你。露露，我们的婚礼还没完成呢。阿云，今天的婚礼可能没办法。今天你必须嫁给我。我妈妈，我……露露，飞机要起飞了，来不及了。阿云，今天我必须走，对不起。这不是在就是那个网上那个做好新娘吧？哎，就他很搞笑，嫁给风世杰。我会，我得给阿玉打个电话。喂，阿玉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都要跟你在一起。我这辈子想嫁的就只有你。阿玉，谢谢你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。所以在一个月。今天我必须走，对不起。露露，说不定有什么苦衷。刚才他提到他的妈妈，或许真有什么事儿需要紧急处理。天大的事，不应该和我说一声。我不是这么无缘无故想跟着别的男人。喂，阿玉。露露，是我，冯玉就在旁边听着呢。爷爷，我知道你和阿玉都很生气，但是我妈妈这些年一直都在昏迷，现在突然醒来，急着见我，我必须要过去。但是我真的不是要逃婚。好，你说的最好是真的。现在就是国外，如果你再敢骗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在医院等你。飞机要起飞了，来不及了。妈，我们快跟上。汉文，为什么不住上满意？哦，伯母起来后对全是外国人的环境很陌生，所以我就给他换了这家华人医院。谢谢。走吧。露露吗？妈，你终于醒了。露
的好女儿，我怕这些年连累你，让你受苦。露露，我们三人在国外相依为命，不是很好吗？你一碰玉，就让它扑空而回吧。Excuse me, where's Suka? Our hospital has never treated a patient named Suka. Do you know Miss Tang? No. Tang, 有病吗 ？Mr. Chen, that friend you has been cheated on me. 干得好。信号屏蔽安置好了吗？不能让他联系上路。All the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.露露，这些年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妈妈在国外欠了几千万的赌债，还遇上了车祸，这些都需要钱。我都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。汉文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汉文这孩子真的不错，他对你呢一直是痴心不改，不知道你们俩怎么。伯母，您刚醒来，不能再费精力。得好好休息。你看汉文这么贴心，以后露露呀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嗯，您放心吧。妈，你快睡。医生说，伯母的大脑在昏迷中耗损太多，不可太费精力。情感的纠葛先放一放，别让他知道吧。医生不是说我妈要好几个月才能醒过来吗？怎么这么快就醒过来了？她可能知道自己女儿要结婚了，心有灵犀吧。风玉，换医院的事情没告诉她。夫人接听，唐国老鼠团团转。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只需要知道许思清你打扰了。一直打不通。露露，他或许还在飞机上。按照时间他早就下飞机了。或许他查到你母亲背负巨额债务，并不想卷进来。又或许，在大家的认知里，赌债并不是那么好借。说，谁派人害我的？是，说，是唐洛小姐。不可能。妈，他不会伤到云哥哥吧？放心，那个混混很快就会假装被抓。要不然哪有接下来的好戏呀、啊？说，谁派人害我的？是，说，是唐洛小姐。他说他恨透了你，你拆散他和程先生，他还说，还说什么？他还说，他忍着恶心和你虚与委蛇，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，到国外来，退出冯家的势力范围，我们在这弄死你也没事。没事吧，玉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在国内看着你跟姐姐结婚，我只会更加难过，所以我就跟妈妈出国散心了。你呢，玉哥哥？你不是应该在跟姐姐举办婚礼？婚礼，以后不会再有和他的婚礼。阿月，
害怕跟我承担这一切。这是他自己绘制的别墅，说是他未来的家。是华生，你不知道你华生梦里了。疼吗？在最恨我的时候，他都不忍心真的伤害我。他爱我之深，绝不是逃避退缩的人。要找他说清楚。爷爷，您帮我查一下阿玉在国外的信用卡消费地点，我要去找他。妈，这下唐木已经恨上玉哥哥了。可是，要是玉哥哥跟他解释的话，那不就穿帮了吗？如果老贱人是疯女孩子，唐木还跟他解释个屁呀、啊！玉哥哥怎么会杀人呢？不会嫁祸给他吗？医生，我妈妈恢复的怎么样了？病人提前醒来，身体和大脑都极为虚弱，他呢需要静养半年，请勿让他动一动，动起来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去吧。妈这边没事啊，去忙点去。妈，你去把您的女婿接过来。哎，公公去哪儿？女婿。给他干什么？玉哥哥，我已经找到了唐露妈妈的住址了。在哪儿？汉文，露露嫁的不是你吗？哦，露露和她大学时的男朋友冯玉在一起了。哎呀，这露露可真是辜负了你的一片痴心。我不要紧，只要露露幸福就好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，冯玉要和露露结婚，又让唐欢成了他的未婚妻。什么？阿姨，哎，你别着急，注意身体。你去把露露给我找回来，我绝不允许她跟风玉在一起。快去！好，去，我这就去。你在医院里散散心了。把露妈妈看在这里。嗯，这个点应该在散步，我们找找看。护士。带我去那边看看花吧。你的要求还挺多的。你是老贱人，好久不见你。你这个第三者跑这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我的手下败将了。看来呗。那个高富帅呀，就是你女儿的未婚夫风玉。我要和唐欢在一起，我抢走了你的男人，我女儿呢，抢走了你女儿的男人。你和你女儿啊，都是废物。你说还是对和你一样的下。被玩弄，染上毒瘾，最后啊，被撞的是半死不活。不会，怎么不会呀、啊？风玉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呀、啊，他还给你女儿下药，让好几个老男人玩弄他呢。是的，见到风玉了。他没在。那你还要去找吗？不用了，还有消息爷爷会告诉我的。我还是先回去照顾我妈吧。走吧。那个人好像就是唐露的母亲，就陪你过去了。
他肯定不喜欢看到我。陶璐呢？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老母，妈，妈，妈，医生，医生！啊！求你了，别嫁，别嫁给他。妈，妈！这人知道自己录取通知，他准备行天下无敌。妈，妈！你让子不让进，陆陆，你撑住。老天爷，我愿意用我的十年寿命换我妈的健康。求求你，你到底对我妈说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她不能受一点刺激？我。我妈要是抽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先冷静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？病人抢救无效死亡，抢救。说过让我妈等我的，她不会抛下我不管。快！回家，回家睡好不好？啊！走啊！你怎么回家再睡吗？妈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、啊！露露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答应过我要跟我一起去环球旅行的吗？你从小教我言而有信，不会说话不算数的，对吧？鬼子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？妈，无论是谁要害你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
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帮我调一下我妈妈今天的医院进出记录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医院的监控全坏了。全坏了？嗯。看来凶手是李贝尔来，需要我一步一步去找出真相。妈妈，你在天国要安息啊。露露，伯母肯定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她希望你幸福快乐。伯母就是被你害死的，你这个恶魔假惺惺过来干什么？我只说一次，你听不听？你要说什么？我见到你妈妈后，我就说了三个字：唐露。然后你们就出现了。鬼扯！江桂枝参与进害死我妈的事件中来了，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。风玉，我见到风玉害死我妈，必然和她反目成仇，根本不会嫁给她。所以，露露，露露。医生，我醒了，露露。你是谁？你别碰我！露露，阿姨，露露，你干什么？你忘了你妈妈临死前跟你说过，绝不能跟风玉在一起。干什么？我妈妈活得好好的，你敢咒她？露露，你，医生，医生！何小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十岁。你现在是在上小学吗？我已经上大学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从大一就开始谈恋爱的男朋友。这是怎么了？唐小姐因为丧母伤心过度，不仅记忆缺失，而且还神经错乱。没有治疗办法吗？这个只能靠她个人的意志力。如果我们强行用药的话，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疯子。阿玉，这里好难闻啊！你们回学校吧。不愧是你，你一出手，那个老贱人他一下就死。你都没有看到陶璐那个表情，他已经彻底被日不落闹掰了。玉哥哥他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身边来了。那俩母女啊，就是被我耍着玩的命。哎，不过也真是晦气，去见那老贱人的途中啊，我这新开光的珠子也掉。妈，没事儿，等我嫁给了玉哥哥，我给你买一柜子的珠子。唐璐，玉哥哥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个修女人好可怕啊！你就是勾引我爸那个小三儿，你爸是谁呢？玉哥哥，你怎么还在护着他呀、啊？你忘了他发生过杀人事件了？看来他们被影响了不少吧？只不过他伤心过度了。什么？精神错乱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唐璐他一定是在骗你！唐璐，我不来着。我不认识你，不要碰我。露露，我是汉文，我们一起在国外经历风雨的汉文。经历风雨？我们在国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关你的事儿。玉哥哥，你不要相信这个男人说的话，他为了他都逃婚了，让风氏成为全国的笑柄，他那一定是在狼狈为奸呀、啊！露露当时为什么跟你走？难道真的和他妈妈生病有关吗？风月，你放过了我吧，露露的日子已经过得很惨。汉文一向坦率，为什么现在不直接把真相告诉风月，而是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？
可现在不肯放过的是你。阿玉，这些人都好可怕，你让他们走好不好？我听到了，露露，我送。他们对不起，我为了查出我妈去世的真相，只能这样做了。怎么样，唐璐真的疯了？就算是他疯了，玉哥哥还是护着他。疯了正好，一个疯子对付起来更容易。风玉，风玉，嗯，之前是你睡沙发，这次换我睡吧。上次，放音，哎呀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想不起来就不想。露露，今天晚上好呀，你会给我讲睡前故事吗？我妈妈之前都会给我讲睡前故事的。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七岁。睡觉吧。哎，哎。爷爷，露露，找到你了吗？他找过我。是啊，今早特意问我要了你信用卡消费记录。我在医院见过露露妈妈，说明她身体一直不好。露露和陈汉文不可能带着一个病人远走高飞，而露露今天早上才知道我的行踪，更不可能昨晚就安排杀手杀我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在森林那句话，帮我调查露露在国外的一切事情，一切。I'll be always there, tell me you know I'm there somewhere, 全世界在你的身后。来，多吃点饭，给我找到。阿玉，我跟你说。我妈说她给我留了一大笔嫁妆，所以以后你不用担心我们的生活问题，我支持你创业。那我谢谢你。你这个表情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是真的，我妈妈真的给我留嫁妆了，里面全都是古董，随手拿一个手镯就值一个亿。这么厉害？嗯。老家人的钱都被咱们骗回来了。疯子说我不能演戏，原来我妈的钱都是被你们骗走的。我妈还说了，我们家那个天使雕塑脖子上的钥匙根本不是什么装饰品，而是古董盒的钥匙。真的假的？嗯嗯。来吃饭吧。等等，那雕塑上真有那把钥匙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爸曾经说过那老贱人曾说确实有什么宝贝。妈妈，露露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吓到你了。阿绿，我不要见他们，我要回家。好。露露要回哪个家呀？当然是我唐家的别墅了。露露，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我带你去住更大的别墅。不要，我要去找妈妈。对对对，外面哪有家里好呀？还是住家里好哈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住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问你，你真不记得苏可把宝贝藏哪儿了？真记得，当年他就随口那么一说，我就没当真。那就只能从唐璐口中套了。幸好他疯了，也不忘回家。妈妈，妈妈，啊，
露露回来了，你妈去香港玩几天。爸，都是因为你跟这个小三在一起，把我妈都气跑了。她不是小三，她保姆。那她呢？保姆的女儿。我怎么记得他们打过我妈妈？哪有这么嚣张的保姆？那我让他们给你道歉。不行，阿玉，我想要那个。好。你们怎么打的我妈妈，就怎么打自己，找十倍的还回来。不可能！爸，你去欺负人，你都不管我爹，你不是你妈？好好好。不够重，不够重，重点。还有他吗？来。哥，这俩满意了吧？差不多吧。好，来。哥，你妈在出去玩的时候，说是要把她藏起来的东西啊。你知道在哪藏？曹贵才，收集公司的人。我记得呀，就在花园的大树下面。嗯，好，来人，给我取吧。这不就是佣人吗？他俩去玩。来，去去去，你俩去玩。好吃吗？嗯。哎妈，这没油着。爸，你看他们不会挖啊，他们笨蛋，你快去教一下他们。我哎呀，好好好，快点快点，挖挖挖的怎么样？油着啊，这哪有啊。哎呀，你行，快快快！爸爸，啊，我记错了，不是这，是那边。啊？那？那个？啊！走。啊！哎，不对！哎，记错了，是这边。这边？确定？这边。你能害死我妈妈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唐璐在国外的生活调查报告找到了，发给我。难怪他当时怎么都不肯答应我，这些年到底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都怪我自己没有相信你。干什么？云哥哥他欺负我。阿玉，下雨好好玩，我好开心啊。开心就好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从此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嗯。继续挖呀。快继续挖，快。你干什么？你佣人注意自己的身份啊！就是，老二啊，你看啊，这挖了半天也没挖出来那波纹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可是我妈妈告诉我就是树下呀，难不成是树下？真是。什么？嗯。啊！爸妈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哎，包括来一起找。对，你跟我爸找吧，我还有新的宝藏要开。云哥哥，
今晚的月色好美呀。月色是。那。啊玉哥哥，跟你很丑。玉哥哥，你被人家开这样的玩笑吗？你真的对我心动了？Keep looking so crazy。阿玉，我们来玩水吧。对不起啊，我没看清。唐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女朋友当然应该在这里了。我给你擦一下，滚开！该滚的是你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你看。换件睡衣。为什么？因为天气太冷了。天气太冷了，我都有点热。洛洛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男女朋友了？我知道啊。克制一下你自己。露露现在跟孩子一样，什么都不懂。露露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诱惑我。那些古董我宁可不要，趁着玉哥哥不在，把唐日弄死。温太太的位置不就是我的了吗？露露，唐露，明明的六水发现的太晚了。大脑缺氧过久，人家得说就是成为了植物人。不可能，医生，医生，你救救我女儿啊！哎，医生，医生，那个佣人醒来了吗？都是你，都是你害欢欢成了植物人。明明是你女儿想害露露被冤死，不然她自己怎么会掉下去？她现在是咎由自取。闭嘴。我们家欢欢就是唐露害的，需要我派人调出监控吗？阿月，你大声好凶啊！从露露进入唐家开始，为了保证她的安全，我在各处都装了监控，到处一清二楚。对，就算上法庭，有我这个人证在，谁都别想冤枉露露。你们两个倒同仇敌忾，想合起伙来对付我，门都没。今天谢谢你救露露，露露是我朋友，不用你道歉。但是你们在一起演戏吧。你怎么知道？其实当我知道露露在国外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就猜得差不多了。她一定是怕拖累当年贫穷的我，所以才演戏离开。但是你对露露造成了伤害，所以我会用余生弥补她。你忘了她妈妈留下的遗言吗？唐露的妈妈不是我害死的，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，走吧。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装什么无辜啊？要不是你，唐露母亲就不会死。你说什么？走。浩文怎么会和江慧芝一起走啊？我想喝奶茶。好，我去排队，你在这等。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？
你为了抢回唐露，让医生强制用变性药刺激唐露母亲醒来，不是吗？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不仅知道，而且我还利用了这一点。唐露母亲被强制催醒，所以身体很脆弱，不能动怒伤心。于是呢，我就跑到他面前气死你，然后成功嫁祸给风雨。你说害死唐露母亲有没有你的份儿？本来是因为你。怎么会这样？错都错了，不如一错到底，这样你才有机会得到报。你想怎么样？绑架。露露，以后不能乱跑了，有人欺负你了。原来你妈妈是这样的，你恢复记忆了。我看到他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所以假装神经混乱，这才知道江桂枝对我妈做了什么。还有汉能做下的事。露露，所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将他们的真面目当众揭开。所以还是要回唐家，假装被他们绑架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阿玉，你不怪我这些天骗你。现在这怨更浓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剩露露这一个女儿了，怎样才能物尽其用呢？欢欢还没死呢，跟死了有啥区别？你别老干坐着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怎样才从露露口中抽出宝贝来？我已经和陈汉文达成协议了，我们这样做。我已经给这蔡琳下了迷汉药了，能让人睡得和死猪似的。啊，放心吧。啊，你儿回来了。哎，你看这才一天了，这肯定又累又饿。来，算是吧。哎呀，这是特意为你们做的，吃吃吧。这个我爱吃。啊，爱吃就多吃点。怎么觉得一定也累了？好累啊！我们去休息吧。啊，累了就休息啊！陈汉文，你现在可以过来了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露露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昨晚在我身边的，一定是贪玩又自己跑出去了。风雨，拿十亿赎金到天台山，否则我杀了唐露。你是谁？谁来的电话？王妃。钱带来了吗？现金加支票一共十亿。放露露，把箱子放地上，给我打开。阿玉，阿玉，你们不要杀阿玉！不要把他杀了，赶紧杀绝！阿玉，你不要杀阿玉！他已经死了，你赶快假装狡猾，从山上跳下去，这样
警察就会以为绑匪内地自杀，不再追究了。快呀！你家的防护网是你亲手安装的，一定会接住你的。等你假死后，就可以和唐露远走高飞了。露露，阿文，跟着我。不要不要！啊！现在你不见人就见由我处置了。啊！妈妈救我！啊！妈妈救我！你爸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不可能！老公，你怎么说？你想干什么？随便。你果然是他的嫂子。小三又怎么样？我还不是上位成功把你妈赶走。我不止赶走他，我还成功引诱他染上毒瘾，可惜他没能死在赌桌上，只好找人把他撞死。我妈没死。是那次他是没死成功，所以我只好亲自出马把他活活气死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什么？老公，快来帮我呀！你没死，不止他没死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你也没说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，我也没有想到一错再错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。江贵是要和我联手，一起绑架陆陆，杀了我们合作。怎么合作？啊！你们意图绑架，谋财害命，现在证据确凿，将你们依法逮捕。不！啊，陆陆，啊，都是他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怎么说我也是一犯？你跟警察求情，放过我吧。是。你什么都没做，都是这个川女人帮你把一切坏事都做尽了。你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妈的这个事，她的痛苦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我不要做了。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房子偷税漏税，资产已经被查封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这一辈子坐牢坐到死。贱人！我不傻过愣，你会恨我一辈子是吗？阿文，谢谢你这么久。陆月，陆月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。他比我想象中更爱他。陆月，对不起。大仇得报，好开心啊。那你欠我的是不是该还了？欠什么？那天在唐家是故意说你。我都有点热。亏我还为你拼命忍耐，你害得我好。现在城堡成熟，阿玉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宝藏。只有一封信。寄信人
尊重、欣赏你的爱人，他是与你面向世界并肩作战的人。阿玉，对不起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很自责，那个时候我不够成熟。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没有坚定地站在你的身边。我原本以为我会恨你，可是你出现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是你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Stuck in love.